淡水你好像打不赢了。可以怎么办？算是毕业了吗？啊，可是我也不想玩这个啊。好啊，那就不要玩了啊。我觉得算是毕业了啊，不要再玩了。好啦，我觉得卡住我也，我觉得没有这个义务要继续下去，就直接去组成哈拉好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如果太难的主线，我们其实可以不要去。姐，你们懂意思吗？线玩才是重点了。哎，真不是主城吗？啊，不然主城在哪里？哎，坏校友啊！跟几位关。好帅啊！圣罗圣湖，哎，他弟耶！那哪边才是首都啊？不可能是那边啊！这里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。我就想大家挂在哪里？跑掉了。你这武器已经这么帅了！Oh my god！